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修。继上次最低配全免费角色通关魔域周六之后，我又回来了。这次一样是不克五大小月卡，并且练度都还在军人等级2，比如最高50等的全免费角色，通过难度2的魔女就4。为什么不是5或6？因为军人等级4还要等很久。一样不是什么攻略项的分享，毕竟也没什么会这样玩。明明可以用其他角色，而且练度都要60等，这个玩法纯属自虐。除非想挑战的朋友们可以试试，或者完全不建议这样玩。均衡等级3了，就乖乖练角色再来打。影片前半段会给各位看我角色练度，也就是光锥、仪器、行机、星魂。如果你看过之前宇宙6那部影片的话，可以截条命图，因为练度完全一模一样，没有变。后面就是上尾王史瓦勒先生的实战影片。欢迎上这次崩坏铁道系列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。阵容是火主角丹痕、艾斯达、纳塔莎。丹痕是本来就有角色，其他三只需要玩家去解主线剧情解锁。想要来给大家看一下角色练度，基本上行机和光锥都是目前的满等，仪器的话平均都是加9，没有强化到满。火主角我给他进天召中的圣骑士三件，为什么有三件？因为我刚好没有手套，我也不想花星球买体力去刷。属性的话分别是加生命的头，加防御的身体，加防御的脚。手的话我给他随便带个铁卫的银铃手甲，属性是加攻击力。饰品的话我是随便带的，因为我用的饰品不多，是两个加攻击的太空封印战。纳塔莎我给他云雾流气的过客，因为两件套装的效果是增加治疗量。四件套是开场给一个战绩点，我的队伍很吃战绩，所以这一点来说对我很重要。属性分别是加生命的头，加治疗量身体，加攻击力的手，加生命的脚。饰品也随便带的，分别是加防御力和物理攻击。单砍我给他野碎半型的快枪手套装，分别是加生命的头，加攻击的手，加暴击的身体，加攻击力的脚。饰品是生命的欧瓦克两件，分别是加攻击和生命值。最后一个艾斯达，我给他两件熔岩断柱的火将，可以增加火属性伤害，分别是加生命的头和加攻击的手。另外两件就是快枪手，两件都加攻击力。饰品我选择盗贼公国的塔利亚，一个加攻击，一个加火属性伤害。再来就是命图，我选择的是虚无，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命图。虚无的特色就是持续伤害，可能因为持续伤害比较少出现，听起来也挺烂的，所以大家在打宇宙的时候就不太去选。但其实虚无个人认为很强，虚无有旋烈的伤害，也有丰饶补量，但当然没有那么强。占比的话大概是旋烈6，丰饶4，是个我认为比较万用一点的流派。接下来介绍一下玩虚无有哪些推荐卡片。一星的有虚妄贡品、知觉迷墙、末世主义、情绪舍离。二星的有无根据歌颂、存在的黄昏、他人及地狱、旷野的呼告。三星的有为何一切尚未消失、感官追奉者的葬礼。一星的虚妄贡品是必拿卡片，每跳一次持续伤害就会回一次 1% 最大生命值的补量，并且是全体的，强化是全体 1.5% 的回血量。这个听起来很少，但虚无的命图回向是对敌方全体上灼烧、触电、裂伤、风化持续2回合，所以光是被动持续伤害就会让你回 4%， 强化号是 6%， 这也是一定要强化的祝福卡。这张祝福卡就是你队伍蓄量力的来源，或许有人还是觉得很少，这点我们待会二星和三星的祝福卡来看。知觉明强能够让持续伤害延长1回合，强化变成延长2回合，这也是必拿必强化的卡片，就会变成4回合持续伤害。末世主义和情绪舍离就是增加持续伤害的伤害量，不是必拿但是推荐拿取的卡片。再来是二星的祝福卡，无根据歌颂属于必拿祝福卡，如果对方被挂持续伤害你又去扁他的话，当下会直接触发一次持续伤害，在补伤害的同时又回了一次血。存在的黄昏也属于必拿卡，命途回响有可能在4回合内是凑不出来的，凑不出来的话就得用这张卡来挡一下，在破盾情况打他就有70%的几率上一个持续伤害，并且2回合火主的 AOE 和普攻扩散还有艾斯达战绩都能很好在额外上持续伤害，能撑到命途回响出来。那如果说4回合内凑得出回响，这张卡的用途就是继续上持续伤害的状态，等于是不会停的。旷野的呼告一样是叠持续伤害的卡片，不是必拿卡，但也是优先拿取的卡片。他人及地狱会让你在破盾之后造成同属性的伤害给他周围的怪，在打精英怪的时候很方便，胖胖机器人会叫小怪，草人马也会叫四只鸟，史瓦勒先生的第一阶段也会一直叫四只小怪。有这张卡的话会很方便，不用怕被小怪淹死。这张不是必拿卡片，但是推荐度比较高的。再来三星的卡片，为何一切尚未消失，这张卡是超级必拿三星卡，持续伤害是在对方回合开始的时候打出来，
这张卡就让你所有持续伤害再跳一次，等同于两倍的持续伤害，也就两倍的回血量。三星这张绝对要拿。再来是感官追风者的葬礼，一样是叠持续伤害的伤害量，可是必拿卡。但如果有这张卡的话，就一定要升级。本来是回合后失去两层，升级后让你叠层不会掉，最多能叠到99层，也就提高 99% 持续伤害。到这边差不多就是虚无的祝福卡，但如果你要像我一样这样玩，可能还要拿毁灭的轨道红移，还有丰饶的甘露，一个是加生命最大值，一个是加生命回复量。我这轮打就要拿轨道红移，会建议各位朋友拿，是因为你要均衡二练度去打难度二，怪物打你真的会超级痛，不要说尾王或精英怪了，小怪打你的伤害就会有很明显的差距。所以我看到的话还是建议拿一下，稍微确保生存机会。接下来就是命途回响的回响勾引，第一次优先拿怀疑的四重根，会把上状态的几率增加 100%， 因为一开始只有 80%， 而且还会把持续伤害延长一回合，只要持续伤害还在，那你就会是战神。第二个我推荐拿苦难与阳光，因为你拿到第二张的话，代表你虚无的牌组已经成型了。迷惘的效果是持续伤害出来后再给他一个原伤害 30% 的持续伤害，等于说整组又多打一次，只是伤害比较低，控法是降低韧性回复量，也就是玩家们常说的护盾量。你会发现所有先生的护盾是永远回不满的，会根据控法层数来扣，一层 10%， 最多5层。基于你牌组已经成型的状况下，这张回响勾引能让你更快把威王打掉，就是第三阶段把手手叫出来之后会难打很多，就需要拼把首脑先生马上打掉，或者把手手马上打掉。到这边就差不多讲完了，接下来就是尾王首脑先生的实战环节，一样会有全过程的影片放到频道，想要看打精英怪或更详细的选牌，到时候可以到全过程影片观赏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切忌冲动行事，生死虚实，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枪尖与经典红，连枪冲锋。计算重新进入。真不懂你啊！机枪对战。枪尖已经点燃，连枪冲锋。我无意挑起争端。洞天幻化，长梦一绝。枪尖已经点燃，连枪冲锋。我去这儿，走一次。会是谁呢？都是星星啊，向开拓者们赐予你真正的祝福吧。
时，一动天幻化，长梦已绝。不请自来呢？会是谁呢？枪已经点燃，连枪出风。我可就要这个。会铭记我们的名字。